我发现大人要我们不要偏食，那自己咧？对，他们上班都蛮随便乱吃，吃什么都没在管的。说什么工作忙没时间，实在是哈。我们该站出来了。妈妈，你看，快点飞龙下山送外，妈咪先来拍照，上传抽大奖，暑期限定买就送，限量优惠中。